记者吴梦伦台北报道。日本女星松浦亚弥为女团早安甜心的一员，她与 WNS 主唱菊庆太爱情长跑多年，于2013年步入礼堂，隔年生下女儿。菊庆太今日31宣布二宝出生，引来许多网友道喜。菊庆太本月7日才在推特透露即将生个两个孩子的爸，没想到不到一个月孩子就出生。他在 IG 贴出一家四口手掌交叠的照片，表示又多了一位家人，并说作为父亲他会更加努力学习，同时也会带来更好的音乐。虽未透露宝宝性别，但在天意宝的感动心情藏不住。松浦亚弥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，还因此病暂退演艺圈，生下女儿后把重心移往家庭，现在又再次当妈，复出的日子恐怕更加遥遥无期。菊庆太左与松浦亚弥感情甜蜜。翻社自日网，菊庆太宣布在当爸。翻社自菊庆太 IG